就嚟咗呢度先，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就保留咗佢個拘留室啦。咁而家啲拘留室咧，其實都可以開放俾我哋嘅訪客去參觀，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入邊玩啦。 可以可以，第一間，真係好嚇。呢個咧係一個套房嚟嘅。咁套房嘅特色嘅設計咧，就保留咗呢個壁爐。咁啊，呢個壁爐其實係一個英式嘅設計，咁我哋係原汁原味去保留。呢個文物保育專業辦事處就2008年4月成立啦，依家都過咗10年啦。10年當中喺工作上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好啊。 其實過咗10年咧，我哋喺文物保育方面嘅工作咧，有唔少嘅成果嘅。譬如話喺我哋活化歷史建築方面個下邊咧，我哋而家已經推出到第5期啦，總共有19個項目。而投入營運嘅第一同第二期9個項目咧，其中有5個更加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獎項。咁所以超過一半嘅項目咧，其實都攞到國際嘅認可嘅。包括我哋身處嘅大澳文物酒店喎。係啊。 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嚟講咧，第一個酒店嘅一個項目咧，係攞到呢一方面嘅獎項嘅。有咩特別挑戰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諗過往10年咧，我哋好多工作都啱起步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咁但係好彩咧，我哋有好多好體恤我哋嘅夥伴啦嚇，一齊去做呢一方面工作。咁我諗嚟緊10年咧，我哋會再更加深化我哋呢一方面工作。 譬如話喺2010年嘅時候，我哋成立咗一個叫做保育歷史建築嘅基金，喺宣傳教育推廣方面咧，一定會更加即係做得多啲，亦都更加好嘅。譬如話喺今年11月咧，我哋亦都會繼續喺荷里活道搞一個文物時尚荷里活道嘅一個街頭嘉年華。我記得上年就相當成功。係啦。其實香港我諗作為個現代社會都唔能夠淨係講發展，其實保育都真係好嘅。Yeah！